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拜苦炉，想起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：谁若愿意跟随我，该弃绝自己，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。我们既已许诺作耶稣的门徒，也切愿跟随他背负十字架。这十字架不仅是我们个人的，也是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团体、我们的国家，以及世界上众多受苦者的十字架。请大家祈祷。仁慈的天父，你如此深爱世人，甚至派遣你的唯一圣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，引导我们走上救恩的道路。主耶稣甘愿舍身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使十字架成为爱情和宽恕的标记。求你帮助我们跟随耶稣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在这个渴望救恩的世界中，成为仁爱及和平的使者。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圣子高于十字架上，慈母被上爱立期望，巨母仰望泪流长。第一处，最后晚餐。耶稣基督，我们钦崇你，赞美你。你因此圣驾救赎普世。耶稣接过杯来，祝谢了，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喝，彼此分享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非等到天主的国来临，我决不再喝这葡萄汁了。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擘开，递给门徒说：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而舍弃的，你们应这样做，为纪念我。在最后晚餐时，耶稣愿意门徒明了他的爱，他在十字架上奉献自己，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。耶稣藉此感召我们突破自我中心的生活，主动接触在肉体或心灵上饥饿的人。今日在普世各处，有无数的兄弟姊妹正忍饥受饿，难以体验天主子女的尊严。耶稣希望我们与人分享他的生命及资源。主耶稣，你是生命之粮，为爱我们而甘作牺牲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求你使所有信友成为一饼一体，为使世界获得生命而贡献自己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成为福音生存的使者，将生命和爱情带给这饥饿的世界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心灵惨痛不敢沉吟，应是爱之如此情深，心如你恩赐透心。第二处，耶稣山园祈祷。
耶稣基督，我们钦颂你，赞美你。你因此圣格救赎普世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名叫格泽马尼的庄园里，他俯首至地祈祷说：我父，若是可能，就让这杯离开我吧，但不要照我，而要照你所愿意的。他第二次再去祈祷说：我父，如果这杯不能离去，非要我喝不可，就成就你的意愿吧。耶稣在山园祈祷时，流露了内心极度的恐惧及痛苦。我们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，也会感到无助、孤独和无奈。耶稣教我们以天主的眼光去看这些问题，坚信天父的智慧和慈爱，向他说：天父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。主耶稣，当我们逃避现实生活，并拒绝面对我们周围的痛苦和折磨时，求你垂怜我们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当我们被苦难击倒而不能履行天父的旨意时，求你垂怜我们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独自之母舒服静泪，内心痛苦谁堪比喻，含义爱在莫可语。第三处，耶稣面对长老。耶稣基督，我们钦颂你，赞美你。你因此圣驾救赎普世。他们把耶稣带到大司祭那里，司祭长和全体公议会寻找证据反对耶稣，为把他处死。耶稣却默不作声，什么也不回答。大司祭又问他说：你是麦西亚，那应受赞颂者的儿子吗？耶稣说：我是。并且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，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。面对诬告和嘲弄，耶稣沉默不语，不求强辩。今天有多少人被诬告，被不公正地判罪，又有多少人由于为真理作证而受苦，无辜牺牲？那么我们又如何为真理作证呢？主耶稣，愿我们有力量和勇气站出来，向当今的社会说出真理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愿你的爱成为我们坚决奉行真理的根基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愿你的圣神启迪我们，能以适当的方法解决不义、压迫以及人性堕落等问题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荣光之子如是苍苍，恩赐之母见义凄怆，悲苦悲哀痛久长。第四处，耶稣面对比拉多。耶稣基督，我们钦颂你，赞美你。你因此圣驾
救赎普世。耶稣站在总督面前，总督审问他说：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？耶稣答说：你说的是。每逢节日，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愿意释放的囚犯，司祭长和长老却说服了民众，叫他们要求巴勒巴，而除掉耶稣。总督问说：他究竟作了什么恶事？他们越发喊说：该钉死他在十字架上。当我们拒绝耶稣，对丧失权利的人和弱势社群漠不关心，不肯维护他们时，我们也好像怯懦的比拉多，判处无辜者死罪，任由其他人陷入困境。我希望我们今日因耶稣的受审而获得勇气，不会对我们周围所发生的罪恶、残杀、剥削和暴力事件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。主耶稣，求你救我们免于畏惧及伪善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不但对自己负责，也对周遭的兄弟姊妹负责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求你赐给我们维护正义的勇气和献身的精神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目睹爱子患遭极刑，是用暗淡涕泪彷徨，肃冷见此不痛伤。第五处，耶稣遭受鞭打。耶稣基督，我们钦崇你，赞美你。你因此圣驾，救赎普世。那时，比拉多命人把耶稣带去鞭打了，然后兵士们用荆棘编了个刺冠，放在他头上，给他披上一件紫红袍，来到他跟前说：犹太人的君王万岁，并给他耳光。在今日的社会中，耶稣仍在许多被剥削或受压迫的人身上遭受鞭打，例如失业人士、被欺诈的工人、被剥削尊严的家庭、老人。愿我们因耶稣和他肢体的苦难而触发慈心，并愿圣神的爱火在我们内成为一股积极的动力，好能改善这个破碎和受苦的社会。主耶稣，你承担了我们的一切创伤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求你不要让受苦者感受到孤独和沮丧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求你派遣圣神到我们心中，帮助我们在这日趋失望的世界中成为希望的使者，在这猜疑的社会中成为信心的传递者，在这放纵自我的文化中成为自律和仁爱的传播者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见自耶稣受尽艰辛，为救其民愿舍己身，参被鞭打。
耶稣背负十字架。耶稣基督，我们欣颂你，赞美你。你因此圣驾救赎普世。于是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死，他们就把耶稣带去了。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，到了一个名叫独流的地方，希伯来话叫哥尔哥达。耶稣身为天主子，却为了完全服从圣父爱的旨意，甘愿背起十字架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却往往因一些轻微的担子而抱怨，忘记了有很多人正肩负着更沉重的十字架。对于长期病患者、孤独无援的近人，我们能否为成行天父爱的旨意而分担他们的痛苦呢？主耶稣，你背负着救恩的十字架，邀请我们分担你的救世使命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每当我们在生活中受到十字架的考验时，求你帮助我们更深地坚信圣父的慈爱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愿我们能与背负重担的人彼此团结，互相支持，并使这团结精神成为众人获得力量和勇气的泉源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痛苦之母受伤不见，因见圣子被遭磨治，其离去我共同前。第七处，基勒乃人西满背起十字架。耶稣基督，我们欣颂你，赞美你。你因此圣驾救赎普世。他们把耶稣带走的时候，找住一个从田间来的基勒乃人西满，把十字架放在他肩上，叫他在耶稣后面背着。我们做耶稣的门徒，就是被召跟随耶稣背起十字架，但对于主动去爱、去宽恕，我们往往会犹豫不前，甚至不太愿意承担社会责任，以致发生许多家庭或社会的悲剧。让我们效法西满，不再逃避十字架的责任，不再拒绝那使我们出死入生的十字架。主耶稣，感谢你召叫我们做你的门徒，求你帮助我们时常和你一起背负十字架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我们为那些身体残弱、患病、被遗弃、被歧视的人祈祷，求你赐给我们勇气去关爱他们，并分担他们的重担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所有信徒团结一致，合力建设一个更美好、更合乎人性尊严的世界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代求你自卑痴圣心，真我心灵虔敬热心，相隔爱慕情意心。第八处，
耶稣愿见耶路撒冷的妇女。耶稣基督，我们钦崇你，赞美你。你因此圣格救赎普世，有许多人民及妇女跟随着耶稣，妇女捶胸为他痛哭。耶稣转身向他们说：耶路撒冷女子，你们不要为我而哭，但应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子女而哭。耶稣与妇女的相遇并非擦身而过，他劝告妇女们应明白他受难的真正意义，让我们以耶稣的心肠去看今天的妇女，他们许多仍在悲痛呼救，因为他们受到歧视，谋生困难，甚至沦为色情工具，女婴被遗弃或被杀。让我们也懂得怜悯大地之母，地球的哀号，致力保护环境。主耶稣，求你眷顾所有受苦的妇女，并求你鉴领妇女们在教会及世界上的贡献和服务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照顾和爱护地球这位大地之母，并把我们从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中解救出来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求你赐给我们敏锐的感觉和仁爱的精神，让我们懂得尊重妇女和关心这位大地之母，使人类能健康繁衍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恳求慈母分你悲情，并将你自身受酷刑，心心铭刻我心灵。第九处，耶稣被脱弃，脱去衣服及被钉。耶稣基督，我们钦崇你，赞美你。你因此圣价救赎普世。兵士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后，拿了他的衣服分成四份，每人一份，又拿了长衣。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：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，为我的长衣他们沾垢。耶稣昔日在兵士面前受尽侮辱，他今天仍在那些道非人生活、被剥夺财物或人权的人身上，以及在丧失理想的人身上继续受苦。愿耶稣的爱催逼我们去帮助这时代的受苦者，使他们早日重享人权、尊严和理想。主耶稣，我们力不从心，但求你解放我们离开罪恶的束缚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求你别让我们剥夺他人的权利和尊严，并帮助我们不要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使他人受苦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克服种种障碍，好能彻底跟随基督，重建人类的尊严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圣子耶稣为救我们，献上苦肉并以身心，祈祷我们。
悔的空泛。耶稣基督，我们欣颂你，赞美你。你因此圣驾，救赎普世。悬挂着的空泛中，有一个侮辱耶稣，另一个空泛斥责他说：你既然受同样的刑罚，连天主你都不怕吗？随后说：耶稣，当你来为王时，请你纪念我。耶稣给他说：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。十字架教我们领悟耶稣是仁慈的，他谅解和宽恕人，愿我们也像那悔改得救的空泛一样，体验到天主无限的仁慈和怜悯。我们正是被召作仁爱和修和的使者，愿主帮助我们向世界宣扬他的宽恕和仁爱。主耶稣，你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成为宽恕和仁爱的泉源，愿你的平安深深扎根在我们心里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求你赐给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远避罪恶，并以更大的孝爱和热诚为你服务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求你增强我们的爱火，使我们归向你，并关怀那些因误入歧途而感到内疚和懊悔的人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十字圣架救赎之泉，圣子死难偿我罪孽，恨要我救赴天愿。第十一泉，耶稣十字架下的圣母及门徒。耶稣基督，我们欣颂你，赞美你。你因此圣驾，救赎普世。在耶稣的十字架旁，站着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姊妹，还有克罗帕的妻子玛利亚和玛利亚马达勒勒。耶稣看见母亲，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母亲说：女人，看你的儿子。然后又对那门徒说：看你的母亲。当我们和玛利亚一起注视耶稣，便会看见一位完全服从天父的爱子。当我们和约望一起注视耶稣，便会看见一位充满爱心的导师，一位服侍众人的主人，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麦西亚。让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注视十字架上的基督，并为他的信实和仁爱作见证。主耶稣，你即使在痛苦中，仍以慈爱和怜悯的心看顾这世界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求你赏赐所有跟随你的人充满力量，使我们努力建设一个合乎你旨意的世界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及在不同文化和传统中，能效法圣母及圣若望的榜样，活出献身的意义和使徒的精神。
上主求你垂怜，同正圣母神圣之后，拉你自人魂我爱求，得上与你同悲受。第十二处，耶稣的死亡。耶稣基督，我们钦颂你，赞美你。你因此圣驾，救赎普世。在第九时辰，耶稣大声呼号说：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？就断了气。圣所里的帐幔从上到下分裂为二。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断了气，就说：这人真是天主子。这人真是天主子。面对耶稣的死亡，爱耶稣的人感到万分悲伤和痛苦，但他们的悲哀要变为喜乐。耶稣自愿交出宝贵的生命，是他深爱世人的最伟大表现，使人认出天主是爱。耶稣的死亡确定了他一生为人而活的意义，也邀请我们和他一起终身为人而活。耶稣为我们而死，从此我们或生或死，也都是为了耶稣和其他的人。主耶稣，你以你的死亡救赎了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为你而生活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藉着你在十字架上自我奉献的榜样，求你教导我们以你的爱去爱人，并为人服务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效法十字架上的你，成为仁爱、和平与合一的有效工具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耶稣不想安慰之圣死救赎之剑，赐我信心永正见。第十三处，耶稣被埋葬。耶稣基督，我们钦颂你，赞美你。你因此圣驾，救赎普世。到了傍晚，亚尼马特亚人约瑟大胆地进见比拉多，要求耶稣的遗体。约瑟把耶稣卸下来，用脸布裹好，把他安放在岩石中凿成的坟墓里，然后把一块石头滚到坟墓门口。耶稣被埋葬在坟墓中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每人都有自己的坟墓，人往往被埋于罪恶与贫穷、极权与劳欲、物质与享乐、偏见与仇恨、绝望与无奈之中。让我们祈求主耶稣，教我们依赖他从死者中复活的大能和力量，而脱离人生的迷惘和罪恶的坟墓。主耶稣，你曾说，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只是一粒；如果死了，才结出许多子粒。愿跟随你受苦的人，也能在你的国里得享圆满的喜乐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求你派遣圣神
坚强我们，帮助我们从罪恶的禁锢和绝望的坟墓中解脱出来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们坚信你的话，坚忍地跟随你，在世上完成天父的旨意，并分享你永生的光荣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像有一天灵要返灵，请抹弃我是渐圣意，永无永光无尽期。第十四处，耶稣复活。耶稣基督，我们欣颂你，赞美你。你因此圣驾救赎普世。一周的第一天，天还很早，妇女们便携带预备下的香料来到坟墓那里，见石头已由墓穴滚开了。他们进去，不见了主耶稣的遗体。忽然有两个人穿着耀目的衣服站在他们身边，对他们说：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了，他已复活了。耶稣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，显示天主实践了他的许诺。我们相信从死者中复活的耶稣是我们得救的保证和力量。赞美我上主，并歌颂他的名。赞美我上主，他复活我生命。基督从死者中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亡就不再统治他了。你们也要这样看自己是死于罪恶，在基督耶稣内活于天主的人。赞美我上主，并歌颂他的名。赞美我上主，他复活我生命。我们藉着洗礼已归于基督耶稣的死亡与他同葬了，为的是基督怎样藉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，我们也要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。赞美我上主，并歌颂他的名。赞美我上主，他复活我生命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圣父，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，战胜了罪恶和死亡，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永生的道路。愿我们今天举行的敬礼振奋我们的心灵，并愿圣神更新我们的生活，使我们全心全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跟随你的圣子耶稣基督。他和你及圣神是唯有天主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生命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